再看我身体上的一样的方式在练。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上次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有拍这样的？上次的状况是外拍，然后冰淇淋是外拍到主，然后就是摄影师建议可以用剪的，大概就是。把我的电话当成是色情电话，那个人呢在电话里面就讲一些裤子脱掉之类的话。那最糟糕的那一句话是，大家明白吗？那我是觉得虽然遇到这个呢，但是因为这个工作我也学习到很多，那这个经验给我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样，做好自己就好了。那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录这段话给大家哦。